今天的阳光有点过于足了啊，过于足了。然后这面是一个大型的喷泉，上一次看的时候下午。这面就是这个活动。录一下吧。啊，这几个视频管得还挺严的啊。在这儿自拍一下。这边是很多这个波兰的老兵的成员，跟在这儿吧。那边不跟他们挤了。